台南预备到啊，慢点。因为台南现在有很多新住民的关系，所以有很多这种来自国外的店，还有泰国的各式各样的零食，你可以来这边多逛逛哦。过年就是要穿新衣，我们进去逛逛吧。好哦。这里有新娘装的，你想要买一件吗？好啊。电影的话，可以去楼上哦。肚子饿的时候还可以去美食街，那边还有。然后包着大块的肉和笋干做成的，然后它真的很好吃哦。是杏仁红豆牛奶饼，上面的豆腐是由杏仁做成的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因为它是清朝时期童生唯一入学的地方。会有很多人来这边拜访孔子庙，这里的环境非常好。每逢大考，妈妈都会带我去文昌帝君庙，带着准考证去拜拜哦。来到台国立台湾文学馆，它前身是台南州厅。它先，祝大家2020新年快乐！一个在板桥是林家花园，新竹有个新竹的北郭人，雾峰有一个林家花园哦，非常古色古香，还有后面还有小桥流水可以来参观哦。别的吧。